我叫龙小坤，是92年出生的，现在是在哈工大读博士，现在也是LEJU机器人的创始人。现在我们公司主要做的就是人形的机器人。冷小坤刚从国外工作完回国，便迫不及待开始检测最新研制的小爱 ES 机器人。你好，小爱，你多大了？这是一个秘密。小爱 ES 机器人通过算法在电脑上用数据模拟出人类走路的形态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执行算法的能力上表现得不如龙小坤他们当初所预想的那样。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出产到现在父母还在摔？这些细节问题你们不解决，现在最终产品到我手里就出问题。心急如焚的他四处查找出现问题的原因。小爱 ES 是冷小坤公司打算推向市场的新产品，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强强，把这咱先查一下动作问题。妹妹，你们先换地面试试。晃动。对，这哪次叫晃动，这叫不能走。你再找一个光滑的桌面，去实验室里看看。对啊，这叫混动吗？你看。经过多番测试，小爱 ES 连连摔倒，这让冷小坤越发着急。一番检测沟通过后，工厂的技术人员也表示无能为力。冷小坤深夜打电话给在深圳待命的研发人员，让他们抓紧时间查找导致问题的原因。关键还是在动作上，让何手去调步态去。他是这个脚根本就没离开地面，所以让他改角度，让他那个脚真正能迈开迈过去。执拗的冷小坤乘坐当晚的飞机回到了深圳研发总部，连夜开会找出问题关键所在，一刻也放慢不了自己的脚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步态了，结构上呢大量的采用了塑料件，也就是这个结构呢会偏软，如果要想它的结构比较坚固，可能会使用金属的配件，但是金属的配件呢会涉及。经过不眠不休的激烈讨论和数据分析，终于找出了影响小爱 ES 步态的关键原因。核心点呢既然已经是在钣金件上面，那就抓紧时间让供应商马上打钣金件，今天送过来。你们这边抓紧时间测试，先把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一下。在经过高压状态下的连轴转之后，冷小坤紧绷的神经一放松下来就病倒了。你这是怎么了呀？原以为可以放下心中大石头的冷小坤又接到了研发室传来的消息，新的部件一装上却给小爱 ES 带来了不良的连锁反应。再走一遍老师。你过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放大，这是塑料的是吗？对对。它哪边变形了？这地方是用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就会磨损。钣金件增加了小爱 ES 本身的体重，因此导致机器人关节内的齿轮都发生了严重的磨损，这让小爱 ES 的进度又陷入了僵局。哎，主要是现在这个步态啊被这个齿轮卡住了，有可能会导致时间的一个延期，可能要找一些特殊材料，找一些老专家让他来给想一下办法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机器人技术研究的单位之一，被称为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开拓者。冷小坤的导师朴松浩教授一直扎根在此，专注于中国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研究。这是我们实验室的老师，
他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到了机器人相关技术，然后有了这些积累带回国内的，才有了我们这一辈一辈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站在那个巨人肩膀上在做这方面的扩展。肖老师，这次我过来拜访您，其实还有一个压力，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那款机器人啊，这个步态还是不行，走起来还是晃，所以说想看看你这边有什么建议。这个地方吧是什么呢，讨论后，朴教授提出可以尝试运用一种新的航天级复合材料在齿轮上，这让冷小坤豁然开朗。经过这些年的变化，我感觉呢，国家呢就是对我们的科技啊越来越重视。比如说像小坤这种有代表性的事件来看呢，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时代是造就更高的这种这个科技人才。作为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对冷小坤来说有着深厚的情感。当年正是在这里，读大一的冷小坤第一次见到了外形像人的机器人。因为从初中时代就对机器人着迷，冷小坤很快成为哈工大智能机器人俱乐部的骨干，并作为队长带领学校机器人团队参加了央视春晚的表演。当时做这个机器人比赛嘛，因为我们每年从学校招很多的人，然后只有他是经常的来，因为他小一些嘛，总给我打扫实验台呀，然后这个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愿意从这个小事里面去切入，他愿意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年正在读研一的冷小坤拉着十来个在哈工大智能机器人俱乐部结识的同校小伙伴，在学校提供的免费创业孵化基地创办了他的第一家公司。学校帮助这个初创公司对接投资方、市场资源，进行创业指导服务，让冷小坤专心地投入到研发当中去。机器人小爱一代也在此诞生。今年2月份，小爱代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现在平昌冬奥会“中国8分钟”的表演视频当中。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这代表着中国新的科技的进步。我们创业的初衷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赶上双创浪潮，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成就一番事业的一个机会。觉得这个时代可能就要依靠着双创国家的这个支持成长起来，这个应该是说最大的一个动力，最终敲定我们要创业的一个原因。2016年，24岁的冷小坤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他带领着十几人的核心技术团队来到深圳注册公司。因为掌握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几个月时间，这支年轻的90后团队就在当地获得了6000万的投资。特别对于我们做机器人、做智能硬件来说，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都会集中到珠三角这一片区域里面。无论是我们想要一个芯片也好，还是想要一个电机或者一个配件也好，基本上只要我们想得到，可能在半天之内就能拿得到。这个区域优势是在其他地方很难得到的。深圳这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如今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尤其在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等方面，深圳每年都会安排5亿元的专项资金进行扶持。冷小坤的机器人研发公司就是直接受益者，除了享受免税政策之外，还有1年320万的人才补贴。这些实实在在的扶持，让冷小坤和团队在潜心研发时没有了后顾之忧。短短2年时间，他们相继开发量产了小爱教育版、娱乐版，并进而升级成 ES 机器人。我还是很幸运，就是出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这个时代创业和我们父辈创业最大一个区别就在这，他们可能要失败之后，要考虑失败之后可能真要吃不上饭，有各种的顾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把每件事情都全心全意去做好了，真要到不可挽回的那一地步，那也就这样了。
对，应该是用这种材料优质选对了。终于，机器人小爱 ES 能够正常走路，达到了预期标准。在技术上的话，它是一个细节控，就是在技术方面要求是相当严苛，而且是比较严肃的。它在生活中是非常的不拘小节，但是一到工作上转换的特别明显，它马上能够把工作上的每一个细节盯得特别的仔细。而且你会发现它对这个事情的执着程度，如果今天这个事情今天没有做完的话，他自己会很难受。未来，冷小坤和他的团队打算在深圳这个创业和创新条件优越的城市继续打拼。40年来，深圳一直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巨变成拥有2000万人的现代化国际都市，GDP 猛增1.1万倍，创造了举世罕见的深圳速度。90后的冷小坤觉得他是幸运的，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物质基础和形成的创新氛围，给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执着于自己的目标。这十多年，我一直只在干一件事情，就是做机器人。只有这样长时间的积累或者不断的去磨砺，才能出来一些好的作品。现在觉得奋斗精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专注于一件事情，一直做下去，把它做精，并且能够被大家所接受。